描きがたし剣を入れよ歌よ二種となれ妖豆立ち去れ風よ私に応えるのださ。見切りました。はっはっはっ牽引全票いざ勝負やっ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狩りって難しいな。ひゅっ、しっ、はっ、ひゅっ。我が命を引きたまえ。やった。ひゅっ。はっ。ひゅっ。あら？
裁きの雷。この剣はわかるかい？剣刃全表。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裁きの雷。はっ、雨描く味方し、救急如立寮。いざ勝負。妖豆立ち去れ。剣に誓う。さ、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ふっしっふっふっとはっふっせよ。ふっ、剣刃全表。無我の教師。見切りました。捕まれ。いざ勝負。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そこてよふんてっとふっよっそこてっさ、風の神、我らを我が命を引きたまえ。封印厳剣、雨描きがたし、歌よ西となれ。見切りました。ここより弱滅の時。冬将軍も来たのでしょうか。いざ勝負。はっ、風よ、私に応える。ふっよっふっせっはっふっ、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せっふっよっとっとっ、この剣はわかるかい？カリウルコ、剣を入れよ。封印厳剣、裁きの雷。無我の教師。そこ、雨を描き
たし。いざ勝負。剣刃全表。おとなしく捕まれ。見切りました。風の神よ、我らを導きたまえ。いざ剣を入れよ。裁きの雷鎚。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そこ。안녕히계세요안안怎么只有你一个我不知道昨天很多人呢我知道啊昨天怎么那么多人因为在玩 Among Us 你要不要上线没戏啊要等多久我要解每日不用解了啦要啦要不要打积分啊？不要。你不打，那我去打。我不要打积分。我已经连赢三场。积分是个积分是个垃圾东西。我使用家暴全网，家暴所有人。这么狠的吗？啊，是女家暴全网。任せて。把把 C 啊，跟你讲。把把 C 是不是？对啊。自己看我的战绩跟队友的战绩，哼，妈的，队友在那里看我那个上中下每一个都在跑，我野怪都不用吃了。剣に近い。試合をしよう。
我打三场，哦，没有没有，这一季打三场，各种屌虐，各种屌虐，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 晴天でさえ雷霆の光を遮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蹦。蹦。雨が降らずとも。没有。信頼を下せます。谁敢暴起呀？
しとし。無事今日の。我要做释放啊！鱼不是比较方便吗？啊？鱼不是比较好吗？为什么要做释放？可是鱼我要每天买啊，很麻烦。你那个不是每天采吗？还不是一样？嗯。不要鱼，我要跑好多的地方。你蒙德还没发、啊、还没有。钱要控制一下，天赋后面升一等要70万。没问题。面粉一下开始买。螃蟹你不缺吗？我不缺啊。我跳墙够吃。我跳墙我也 没有每次都吃啊。你每天站在这里都打扰我买的，没错，他每次都打扰我，很烦啊。买辣椒了，哭！辣椒不是三天才一次吗？干！我忘了。对啊，你刚刚那里不是只剩下香肠跟螃蟹？那就是没有辣椒了。好傻那是当然，然后赶快有砂糖，有砂糖之后他就会几率拿东西。这队名有点辱华。边辱华吗？雷杯，我想弄个雷杯出来。
昨天玩得很开心，而且我必须说，我已经更新版本了。你是说那个吗？按摸不下的剧。就更新了，直接就下了就。不是，因为我没搞懂，我想说那个游戏没有人记得。 好笨耶，你那里可以，真的吗？不是一直是自己更新吗？嗯，你的意思是说模组下载区你有更新了？我更新好了。这还是三个二不是吗？没有，你自己用，你自己去点载点就知道了。Steam 版本的。 陈先生，什么？年终脸了没？还没。好可怜哦。有哎。那你今天不是说吗？说了吗？对吧？你那个字要不要重改一下？我再改了。我错了，你改。你们继续啊！刚刚幽默说什么？对不起。 我支付宝不能再往下调一点吧？我往下，我支付宝干嘛再往下调一点？奇怪。支付宝到账，500万元。谢谢大佬。有那么好就好了。看那蚊子，唉。この美しい魂。 お兄さんが病気になった。入れちゃるのお兄さんが巧妙して。239。他们这些人是在等着。すれすれなるままに引くらし。硯に向かって。お日様が出たらに。真的是在哭啊。 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你好。你好。あ、你好，谁哟？ 干你娘的！不好意思，来不及了，收到了。不是我，我刚以为我删掉的是旧的，结果删掉新的，我再下载一次。你这样更新不行吗？3.3可以删，可以直接更新啊，又没差。可以啊，我想说要删掉嘛，然后我就删掉新的。 如果他们都还没进来，然后你可以直接 ESC 出去，然后再重按多人连线。因为等那个要等太久。经验的人，这个分享。
下后悔的那种。没有，我还没看。以前很多时候我做一些事情很爽。下载完 LOL 之后，现在那个很爽的过程，觉得好难了、啊，我想要把它删了。嗯，删掉啊，不错。可是删掉，我当机了四次才再说一次，再说一次，原地杀掉。嗯，不要杀掉啦，不然淹掉。我吗？嗯，已经淹掉了。没有淹掉前可能比你大。是什么奇怪的话？当初我们花生在金马公园战车上面看无情耐不久。很好笑哎、欸。你叫我好友呀！弱滅の時。还要去低头道歉，我没有看过你这么委屈过。每天都是吗？不是啊，我记得是每天的 ，every day 啊。無我的帽。哎、欸，对吼，今天还没刷那个嘞。也重。还是今天先刷。哈哈哈！刷了两分钟了。我是觉得你的东西够用。好了，到时候不够再去你世界偷啊！真的不够两天应该就够，刷个两天，这样三只账号应该就够。没错，而且你的是绳子的，用不急。那东西还有四十几天呢，啊，保不齐还要六十天。这些回家好远啊。他现在有账号 ID， 所以一直是可以加好友吗？一直以来都可以加，不是吗？哈？你说阿芒格斯是不是？对啊。哦，我不知道那游戏我放着很久了。他需要你的光顾，需要你看看他。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删掉他了。阿芒格斯吗？对。你要不要直接叫陌生陪？当初我拉着陌生陪我打了五六十场。你才刚更新完，不要抛弃他。没有啊，非常简单，又不会去找我们这些填非常困难的人。啊？什么东西啊？你几个公差小？啊，在公差小。在刷雷神的摄影物。没有，我的好奇。我当初一个好像一天就拉他过来打了五六十条左右的体力和自己。九某还不去帮忙？不是啊，那个东西你帮我打过之后，我就从来没打过了。我觉得那你就赶快，这时候该要去帮人的打了吧。而且你那次是用甘雨打，我现在用什么打？填非常简单的人是你，啊！你现在又要叫一个填非常困难的人，叫另外一个填非常困难的人去帮，啊！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几个意思？我那个副本他没有填，那个没有，他没有问副本的、那個。没有，他问的就是整个游戏体验起来。你说非常简单，所以全部都非常简单。那你为什么不帮非常困难的人来打一下？你觉得非常简单的东西，对不对？那是造口，那是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是一样的。你打这个不能用。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只有雷神能召唤的。他为什么做这种？就是他的圣遗物副本都做，就是你的角色会需要那个圣遗物的时候，但是他不让别人来。用没用那只打会很难打。那我记得他第一波是那个，第一波两只雷史莱姆加雷克修王了，然后我倒了，我的妈！他第二波是，哦，第二波是那个，第二波是两只，第二波就一只雷，一只雷法。可以直接打。我觉得森特没什么用，不知道为什么。森特是自己用的吧？感觉都是拿来打伤害。他是有一种场景状态挂的。后退了。哎，呼叫非常简单的。呼叫。非常简单，是不是该出来了？我在刷体力，还有解美日。不是啊，我现在也在刷体力啊。但是他不需要雷神的。没关系。我在打周本。他们同样的人打不过的时候，你其实就该解散去加新的。对，其实那个雷神副本应该也是蛮多人打的。我要去炼金。有尤拉在，感觉很有希望。最近的尤拉不知道为什么都跟鬼神一样。对啊，不知道为啥，尤拉很鬼耶。中央先是横跨双黄线，再来是整个人慢慢趴了下去。哎，这位老兄是要睡觉，那这可是马路脸。但接着他看见有警车要通过，全身蠕动开始往后移，似乎是要挡住去路。不过接下来不得了了，一辆警车从另一头开过来，根本没有看见他。然直接碾了过，喝醉了才找来一小心一点，就怕发生冲突，立刻呼叫支援。但下一秒他又说没事了。远景见状况排除要离开，却又上演了这一出，躺在地上耍赖。这是红武所长支援。你不是好了没？离开，有无视其他用路人安全，躺在路中央。最后以诬告妨碍公务、妨碍公众往来安全等罪，判处拘役120天，一颗罚金120,000元。TV 被欺负，你要小心。我来有梦，还不去帮忙？他自己在打。サバキのイカズチ。接下来我要玩一下才会对，给他打点。破点干活了。起来玩吧。哇，打过了耶！肯定过，哪次不过？
过了，打过是打过，只是你刚。自动的，自动跟1080有差别吗？什么东西？还是自动都是？我什么1080？你的直播号子啊？我1080不是吗？嗯，刚刚好像有点时间，在打怪的时候。打怪是一定会的，我又不是 I7。那还不用 I7，给我钱了。我先给自己用。前提要满命的，对，只要卡池抽的够多，满命很简单，是蛮有梦的。你都不先看的吗？看一下，有一个风元素到底在干嘛？哇，两个杯，我觉得很厉害。出两金可是都是不对的词条，还有一个风元素杯是什么意思？没关系啊，其实那个元素伤害杯就是有出都是赚的，因为通常那一格都是随便找一件套装。没事啊，反正刷一刷到时候。把为什么要用元素伤害啊？雷神不用用元素伤害啊？我有看，三五的话。拿雷伤杯啊！如果没有端午就拿伤杯用。嗯，可是我们都是端午啊，我们都拿伤杯、啊。所以我要刷伤害杯。那，因为我没有端午、啊。不是我们两个有端午，但是我们两个都拿伤杯了，不是拿雷伤杯。是哦。对啊。因为其实你雷电将军的冲门堆起来，其实就雷伤就很高。对啊，我元素充了一下285，后来我雷伤有74.2。队友好像没有发现我倒了的样子，但是队友好像对我倒了也没有太大的。你刚刚说你多少？70多少？74。我70而已。
因为我的那把充能堆比较多，多死他，他是二分之一是不是？我充能285.5，我275.1。这也差不多。耶、yeah, ，我活了。走了一个。你的习惯性打完的时候就直接看了？我不会，我都是一次刷完再一次看。我有时候这样会落掉，因为有时候身上会那个，你身上堆太多的时候，你就会分不清楚哪些是这次打的。没有，那可以那个啊，你可以去筛选啊，就可以筛选你要的词条就好了。筛出来之后分不出来，太多啊。没有，他可以选你要的剩遗物。后来，懂我意思吗？后来呢？啊？后来呢？他可以选，选你要的那个那一个，比如说你选，哎，等我看一下，他可以筛选的还蛮详细的。比如说你按那个，哎，你先按 B， 后来点到剩遗物那里。它有一个漏斗，它不是只能选系列而已吗？要怎么筛？应该说你点到角色栏，然后按 C， 你按 C， 后来你按到，比如说你筛选头，你先筛选你要的那个什么套装好了啊，我随便选个翠绿之影，按下去之后。它右边有一个圆圈圈，它可以选你要的什么。右边。嗯。你看一下吧，有吗？有找到吗？我找到，全组词条。对啊，原则上花跟羽毛就不用嘛，花跟羽毛原则上都组词条都是一样的，你这根本不用看啊。你要看的就是看后面三个嘛，懂我意思吗？好的。好容易倒。我不知道吃到什么招，我直接被秒杀哎、欸。谁的？我不知道。雷丘。如果是神元法师的话，就是点拳了。是我有点想直接塞给那个，直接塞给甘雨乐园。你有乐园套了？我乐园超多，好不好？没有，我是说，啊，你都充好了？没有充啊。问题是我冰套我也没刷啊，连有都没有、欸。看你啊，都行啊，其实没什么差、啊。冰杯，冰元素伤害加成啊，没有。暴击率、暴伤是不是比较好？我记得他是不是不缺暴击率？但你暴击率还是不能太低啊。
可是好像要穿冰套才可以不管暴击。对啊，你在有冰套的状况下，再加上队伍是双冰，那你就可以不用管暴击。队伍是双冰是加几趴？你要看一下。这个不错，这个也不错。二组吃条抽物，哇，这个很赞，这个好烂。流浪大地，流浪大地就有爆伤。我的甘雨好像是穿暴击率，暴击率，哎、欸，没有暴击率的最后一个了。对，我是穿暴击，治疗加成。我是也有暴击率的，好像副词条成这样的。人倒也没差、欸，我有冰伤，我有冰伤的那个流浪套的那个。副词条 OK 吗？爆伤、充能、生命攻击。哦，我说你充完二十了吗？没有啦，谁跟你那么多钱跟那个素材那样扯嘛？啊、哦，抱歉抱歉。只是我如果要穿乐园套的话，会比较容易。他应该不用充能嘛，对吧？不用，甘于当主 C 的话就，你都站 A 而已，你要充能干嘛？那我怎么那么多充能？非常简单，我们的组合跟你的组合是不一样的，非常简单。不是，我有三个，我说你是主 C， 你站 C， 战场主 C 不需要充能，因为你那只是平 A。我在讨论要把雷神的充能杀换成这个、欸，这个好强啊！我说的是甘雨，幽梦说的甘雨，他是战场主 C， 他又不用跟人家打反应。是每次需要那个东西的时候，他主持条对副持条就会很垃圾，超过分。算了，还是去烧冰套好了，看来就头很痛了。攻击，暴击率，攻击率有啥子？这个看起来很有戏，对不对？看一下。攻击 5.8， 生命 14.6， 这个看起来不好吃啊，算了。
是我在强化事情的。没事，反正到最后还是要吃掉，先加减用嘛。
見切りました。いざ。雨描きがたし、歌よ錦となれ。小心被鼓啊！師匠の技を食らいなさい。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天才啊，就拢会使，你主流，你要遐啊？さばきのいかづち。風の神我ら見切りました。熱々でしょ。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さばきのいかづち。无法新鲜的海草。旁边的火突然亮了起来，太神奇了。这就是天意。裁きのいかづち。そこ熱々でしょ。いざ勝負。風よ、師匠の技を食らいなさい。見切りました。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不要你讲，那是这个关。伊达，有什么奇怪的？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
そこ、いざ勝負。風の神よ、料理の時間だよ。さばきの雷、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そこ、見切りました。いざ勝負。打過我打了这王八蛋打了好几次。嗯，我看你刚打的蛮轻松的。没有，昨天不轻松了。昨天都打到剩一点点血，结果时间就结束了，超哭腰。你们传送任务不点一下吗？那应该是钥匙没领吧？嗯，你钥匙不领的话，它只会堆在那里。对，还是你买上钥匙没领。星海啊，看你要先解星海，其实都没差了。是没差，你就把每个人每个都先解锁就好。さばきの雷。雨にのけがたし、歌よ二子となれ。無我の教師。我标错点。我好像来错地方。啊，哎。可恶的王八蛋，哪有那么多金石？白痴，再给你几根红萝卜，刚好是你最缺的。你身上还有多少他跟你要的那个东西？五个。五个、哦？那你等一下要去捡的，因为他还会再跟你要一次。好吧，王八蛋。超臭温迪哦，朋友。开剪喽！那是个王八小子，把我当免费老公哎、欸。
去找那个、啊、地图上长得像骨头的地方。千年も変わらないというのに、人の世とはこうも白露と泡のように儚い。啊，我很紧。看到一个地方很多。嗯。有骨头的地方都有。啊、这边是。你这是另外一个任务。你这是一个任务啊。刚好传点下来又有一个任务，好夸张啊！这个任务就是把这些武士干掉，然后再去把一批羽人种干掉，就结束了。这么简单的吗？嗯。如果你觉得打架很简单的话，只要每个都是盖人就行、是。这些人我，这些人我忘记最后一只会不会盖，羽人种很多盖吧。但有人在上钩，要爬上去。稲光り、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そこ、話が通じないなら。剣に誓う。裁きの怒り。無我の境地。闻的是翘的声音吗？嗯，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と、せ、ふ、見切りました。さ、せ、いざ、勝負。ここまで。哈哈，不行。打不过。还是什么？你怎么什么怎么不行？我在想要怎么偷作弊去解捉任务。哦，没关系，我试了，可以用角色试玩，所以应该蛮简单的。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连续。怎么没有进？没有进进化骨髓？
花生今天几点？一样。九点半。如果有开得起来，人数够，你们都玩吗？现在五个。看啊。看看够不够啊？现在六个了。请问奶精的奶茶放了两天在冰箱会坏掉吗？不会，只会油水分离吧。哈？我有摇摇。那没救了。半糖去冰。没救了。加糖就没救了。我觉得喝水好了，干。我只能说可怜了。我敢请问一下，你的半糖是半杯糖？不是啦，我虽然是台南人，可是我大部分都喝无糖的。我刚刚想说，冰箱有这么一杯奶茶，我清一下。假台南，所以我才问说，请问一下，假台南。不是啦，我家都喝无糖的，大概。假台南的。看起来你还不够台南。我跟你讲，喝糖是瘦子的权利。哦哦。捡到我忘记哪几个，18应该够了。他如果敢再跟我要的话，我再扇他巴掌。他一定会跟你要的。那他准备受死吧。你会抽他压一个大巴掌。我会直接给他无响一刀。跟你讲，雷电将军只有在是敌方阵营的时候，他的威力才会特别强。没错，你说的没错，在我方阵营就像猫咪一样。没错。看你在跟他打的时候，他放的那几招，要是我们都会用的话，好爽。你家怎么就在楼上而已？哭啊！
这个敢问一下，他们都会准时上线吗？还是你在口头报数？口头报数啊，口头报数减三。哎、欸，应该是可以啦。我要实质的毕业而不要他妈口头作数啊！好爽！也就是啊，小朋友，你这边又没有那个那个，有他那边有的。有那边有没有？有，有哎、欸！来打火机。阿扎子的手。怎么可以叫灶神出来点火呢？舒服。你可知道你在呼唤的是灶神？他要吃什么来着？哦，自己做的料理，所以我随便给他吃一个料理吧。不是啊，他不是有给你菜那个吗？食谱吗？是饭团。嗯，饭团吗？等一下，我想吃影的亲手料理。还靠我没玩这个，算了。不是饭团，好 ，OK。那我到底要什么？我不要，我要直接 Google 了。我刚没有认真看了。哦，抓到。你这样追不到他哎、欸。他是男的。追一下，我觉得你可以。你出去。我不要。你是不是很兴奋？你的笑声已经暴露你的行为，你知道吗？你是不是很兴奋？你是不是最喜欢看的是击剑比赛？没有啦，我不是那种人，大概。看透了，看透了。你是不是都很关注世界的击剑比赛？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我都没有关注。去帮他找他家祖坟。小朋友，你很多话哎、欸，你不觉得你话很多吗？他的吸引你的注意。他那个村长有那个有那个小任务可以接。如果你知道他在哪的话，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我现在也不想要去找他，他好麻烦。免费的宝箱哎、欸，你就对话三次，隔天再来就有宝箱了。啊，这么香。请问你跟他的对话都是我要宝箱，我要宝箱，我要宝箱。没有，他是叫你去那个。我直接，他会叫你直接去吃屎。我要直接抵住他的喉咙，丢拳。那我这次的技型要拿什么？哇，你的行为真是勇者。我已经差不多该想一下这次的技能单手剑。
雨描きがたし。風よ、私に答えるのだ。不会，那种子该不会下面的？没错啊。那你说这边的雷方碑该不会是有顺序的吧？没有，这里的雷方碑是有真的有假的。好啊，搞我是吧？没有顺序，但是有些是假的。越靠近的越可能越有可能是假的。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跟你玩，我不要，你玩完蛋。你不要，你还，你刚刚讲什么话？你那个，我现在看到他要跟我玩手机，我知道他超王八蛋的，我不要，他是超级王八蛋的小子。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请问，没有。阿里是 AD 还是 support？ 阿里是 AP， 没有没有，阿里阿里是装饰品，阿里是 AD， 阿里是装饰品。装饰品，我靠！阿里是 AD 啊？怎么了？没有。反正你进去，他就会推荐你出装了。哦、點那麼多没有，我只是后面都我在我在练习、啊、你在练习打咯是不是？终于愿意练习了是不是？这是被逼的，虽然我觉得我想把它删了。我那我好像走错路了。你是打 NG 吗？不是吧？那电脑吧。你的队友，你的敌人是正常的正常的电脑还是不正常的电脑？电脑。哦，那就好。是正常人类操控的电脑。打电脑就没事啊，打电脑就不用担心那些鬼东西，鬼东西。都是电脑。都是正常人类操控的电脑。奇怪。少看一个雷方碑啊，肯定是少一个。是你吗？好像在很高，比较高的地方。一、二、三 ，Where are you？上面那个点了吗 ？Where are you？ 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あら？や。那他刚刚明明旁边就有种子，你为什么跑来？因为我没看到。按爽次对话。为何要灭火？因为等一下他如果玩火他就会烧起来，这样子我下次来跟他找24个净化骨髓我就找不到人。
三十、三六、四二、四八、五四、六十、六、六四抽。再见，小朋友。为什么啊？为什么我普池这么惨啊？我普池到现在已经抽了多少了？好像已经抽了140了，然后只有一只五星。还有哪里有千日之远？木の雷槌。剣に誓う。見切りました。無我の境地。逃げ道はあります。あの描きがたし。見切りました。話が通じない。
誓う。つくここより灼熱の時。敗北を期してか。さばきの雷。ふっ。せっ。風よ、私に応えるのだ。無我の境地。我没声音了。風の神、我らを仲間を守らなくては。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この剣はわかるかい。師匠の技を喰らいなさい。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そこ。やっ。見切りました。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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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今天是又没局了，然后啊，看起来是没有了啦，哦，干那西，注意啦，那会安尼呢？那会安尼？一个白痴个！我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家里的电是怎么了，我的荧幕会常常突然按掉又重启。就是主机没事，就是荧幕而已。好问题，是不知道。是延长线扛不住了吗？两个萤幕终究还是太那个了吗？有那么一点可能。对啊，没什么。我今天回来的时候还在想说，为什么我的页面整个乱掉？哎，完蛋！就是这个原因，唉。受け取りなさい。私には無用な懲罰です。能不能再传电？输了。你前面用那个有一个电磁门传送，就会省比较省体力啊。
话说，我记得这好像不是世界任务，这好像不是道奇的那个世界任务。那就，然后你还走错边，你这是在绕什么？你是在绕什么？我没讲，我直接重，我直接结束，哭。你怎么会这么路痴啊？这边我没来过、啊，所以我当然是路痴啊。真的没问题吗？我只是这边是路痴，现实就不是了。哪里有传送门？哎、欸，没看到，没有看到。直接走就有了。哎、欸，你干嘛转啊？想说能不能那个、啊？不能啊。其实正常跑就来得及了。你就不要再走进去一次，我很回转。我会直接关掉这游戏去打楼了。那你要不要带我？我带你哦。嗯，现在几点？现在九点。九点。带你下去应该是没问题。带你下去一场应该是没问题了。但是我不打电脑。可是我跟你讲，可是我很烂。直接打 AIM 就好了，不用打电脑。打 AIM 打电脑没有用。DIN 才是最精彩的。可是我连放招都往后放。你给我往前放。就是敌人在前面，我在往後放。我只能看到你死在前面，你不能死在后面。什么？没事，我在前面往后死。只会往前。对，我会往前，我会走到前面，然后往后死。新手就是要只会往前。所以我要去送死吗？我也没有这样子说。我都懂了。你只要多死几次，你就知道你下次就不会这样死。你只要死了100次，然后你还下次还是这样死，那你肯定死的还不够多。没错。所以你的名字要取成新手驾驶。让别人敢泡你，就是我新手驾驶，你他妈想怎样？这个是要去那个吧？这个是要去那个无相之神那边，最下面啊，在最下面。告诉你，这里是去无相之神的路。那是王八蛋。没有要打了，没有要打，你不要跟他打。经过他而已啊，不要跟他打。打我吧。喂。不是欸。在前面啊，走到底就是了。我好像之前跟谁啊，跟木森都先把他打死，才发现不是他。不是欸，那个老奶奶怎么会这么阴呢？而且重点是他那个圈做的超靠右。以无相之水为中心，对，无相之水为中心，然后最旁边那个才是任务，就最圈边，就是人家好开心啊，就是人家跑毒跑到后面之后，怎么看到里面怎么有人这样子，好开心啊，真是很王八蛋。你离月的解完了？没有，还是还在小，还在小，我还在小，我还在小，我还在小。
我看你是欠销吧。但到期这么多哎、欸，哇，我的天哪！不会啦，不是很多哎、欸，我觉得。我的分账解到39而已。而已哦，哇。本账是44啊，分账39，本账缺一个，分账是懒得解。快集到，快集到满，直接出了、欸。出什么？我快集到90抽了。欸、不是，你怎么接这里啊，神话？你是想要前三的？对。啊、哦。也是可以。你想要折扣的话，是尽量都先四等吧，还是都五等？我忘记是哪一个。四等吧。我璃月现在也折、嗯、也有折扣了。爱你。呀。さばきの雷鳴。我本账是八等八等十等，分账是八等八等五等。干嘛跳早操是不是？这些球球人。发现了、啊！風の神、無我の教師。但是没有打死，不一样。没有，刚刚那个是溺死的那个特效。哦，死的要鸟蛋啦、啊！奇怪，我的那个，那叫什么？什么寻踪啊？嗯，青睐寻踪吗？冥想寻踪，击退智力机关。啊、哦，神社大扫除要完成三次了。不对啊，那。
私に答えるのだ。サバキのイカズチ。这样明明成型中应该也还没有结，大哥，一下，直接到期任务，直接解任务。ルガの脅威。他是晴子的后裔。耶。この剣はわかるかい？熱々でしょ？いざ！しょ！師匠の技を喰らいなさい！風の神、我らを導きたく、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逃げ道はあります。料理の時間だよ。はっ、剣に誓う。やはりダメだ。やっ、熱々でしょ。話が通じないなら無我の境地。のイカ雨を描きがたし、歌よにウオパー、火をせ風よ、私、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せっ、かけた、やっせふっふっ師匠の技を喰らいなせ去打鲁，打一场鲁我就要修了。我的天哪！要玩吗？我吗？没有，我们的阿扁问我要玩吗？我直接打了一场，可是他们现在好像在打。对他们，然后他们打完之后九点半了。对他们打完一场完美，他们打完的时候一场吗？九点半的时候问的。没有没有，他现在问的。然后就会再问再一场吗？跳 game， 跳 game 吗？哇，这个界面怎么改成这样子啊？哇，很香吧？超烂的、欸。有人要打吗？没有人要打，我要自己打。我你
好了，我还是陪你打一下好吧。你要我吗？ID 杀来啊。要你不用了，但是你角色可以上线。我叫，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卡兹卡西。没有，你可以私讯好吗？他说可以事后不理吗？嗯，在开玩笑。我没有问哦，我没有问哦。是不是哈斯卡西？啊，让我来看看。好听个屁！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真的。哦，你好糟糕哦。可怜。哎，怎么干你脸？按错键。哦，你好糟糕。删除好友是不是？还是你按了？不是的，不是啊，我又不小心按开始加就开始游戏了。那个是教学模式，可以直接退吗？可以。哎，可是我出不去啊。等他跑完再 ESC 嘛。他说如果现在离开你很有可能被暂时停权。不用理他。好。他随便唬你，你随便听听哦。真是的。嘿。没事啊，他这么听话。我真的很不会哦。没事啦，这个游戏这么简单呢、啊？真的很危险，为什么？为什么他的那个内建原因是自己开着车？我都关掉啊，他可以去设定的声音，从这里操控设定的声音可以自己选择要自动加入还是你要自己再手动加入。嗯，反正我是没有开自动加入了，我不需要那种鬼东西。嗯，不对，我好像错了。我找你进来，我会排非常久。为什么？等级差距啊。嗯，差超多的哦，我三等。厉害了，我的爷。这个等级差距问题，我跟你差也差很多啊。对，没有啊，我跟你差不多啊。他那个三等是极致的低，你知道吗？这个排下来，我也才八十几而已。这个排下来至少要5到8分钟。那还是不要好了。那我走，请你出去。请你这怎么走？哦，这里。干，你直接踢我。哦，你看，你一出去直接收到，哇！点技术性完美。先去打电脑，小朋友。哎呦，哦，我在看，你开什么鬼玩笑？我看了个好。我这个没事啊，看我的实况，看我 C， 我今天这个可能就这个礼拜只 C 这一把了。哇，你扯什么？因为金克斯哎，教学模式明明跑完了，为什么不能领东西？这是什么？你要问教学模式啊？奇怪。他打勾了，所以我领了吗？嗯，我看你是去领便当了吧？你头好痛，看不懂啊！免跟我来这套啊！千五，哪有南山的也无到一百。他跑了。
先背了，谁跑走了？没人搞我垃圾桶。哦。我要跟坤哥说，改日再约。你要跟他们说你们没机会了。然后他就会说：“吼，每次都改日再约，改日再约，就再也没人透。”最好吧，我是最好约的人，好不好？我只是最近玩了原神之后，大概快一个礼拜没有玩了而已啊。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他很好约。我真的很好约啊，奇怪了，我还不好约哦。我没有质疑你好约的程度。有一个赛评叫做 sensation 部分，然后这边有一个饭叫 position 分配，在哭吗？那个差不多吧。干，我刚想说，好，你是要用眼睛看，还是要用手看？他用嘴巴看。Remember my name。你说？没有，我要出你的视频。Welcome to the howling abyss. But I will make it wondrous. 好烂哦！好烂哦！哎呦，哎呦，怎么连一只阿木不回来？哇，没死！哇，这样没杀掉哎，好惨！哇，他有光盾哭，他有光盾啊！我以为他没光盾，他是治愈啊。没事，我没教招，我只教了一个治愈而已。都没有提莫、啊。哎，还有高。哎，赚一个虚弱。雷西，你还是会不会玩雷西？哦，不想让我吃也不用这样，真的。然后又完全够不到。对，超烂。啊！哎呀，没事。别中，可恶！来回去，没死哎、欸！想说带一颗手榴弹刚刚回去，结果他没死。这游戏到底过哪里？看不懂。他是还没勾到过啊？他有勾到过一次。就一次，仅此一次，再也不会勾到了。舒服，勾到第二次。他是对方残血，他才勾得到。嗯，对。他是不是想剪头？啊是啊，你不用怀疑，他就是在捡的。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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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啊！爆车！他是不是在我旁边开转？对。为什么杰拉死了？杰拉是那个、啊、植物女啊。杰拉是对岸的做法。好啊，反正杰拉是什么东西？大局这样 CD 有出去了？没有，没出去。啊！找死！可恶！犹豫太久了。犹豫就会败北。叮！我刚想说，你那个东西轰到就死了。没有，不会死，伤害没那么高。哎呀，好，舒服，敌魔。你看，如果你一个蜡留下来，哇，舒服，那个饭就是你的人头了，是吗？没丢到，那是烂。你意思，啊，你血快没了。打算要你开大。我不要啊。我开大就会长这副德性了，我开大我就是会死的。我开大，对面的人就会连上来了。被 A 到了，没被 A 到，我怎么在请他吃飞弹的时候被 A 烂的朋友？哎呦，没事，他已经是我的人头了，他小心一点就好了。他如果小心一点的话，他就不会死。好，他死。所以是没有不小，没有小心一点。他没有小心一点，他没有小心一点，他变成了别人的王座。他本来就会死。我这次不犹豫了。不是，这个饭为什么敢这样子往前冲呢？再晚一秒就是我死了。
你去吃血吧。嗯，不要吃了，放着。这游戏好像没放过灯笼，我这么一想，他好像连灯笼都没放过。他搞不好根本没。他真的是想剪头吧？他是真的想剪头。不行，那不能上，上了我们会全死。哦，都是给的。盾弓不打输哦，骗你！啊干！完了，不会，我还有招。这我刚看雷西吃到那个卡特了。卡了一下屏呢，他刚好瞬移啊，不然我死了。吃大绝。刮痧啊，朋友！没办法，我弄不到水滴，我只能这样。还要打？不行，不能打，没状态，我状态不好，完了，走。哇，我打不到他。他在瞬移，他一定会瞬移。靠腰，我怎么还吃到了？哎呦哎呦哎呦，他怎么绑一只最肥的？哭啊！啊，我觉得我们要分汤去死。这样不吃饭。好，我先吃。我蛋。没事没事，时间上还可以。没有，会掉，这塔一定会掉。那个找不住。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人呢？能奇迹吗？可以。再奇迹一个吗？我太早开了，哭。哦，没事，我吓到他了。我可以奇迹闪击。我的大绝好丑，丑烂。哎，好多。你放的我都没有在那个土包上面放。微晚。我觉得我需要回去。你要回就趁现在赶快回啊。我觉得我 W 蛮痛的。W 是痛没错。
没事，死得不错。我还想我要出什么？难道我要出鬼锁？鬼锁没什么用，你要出暴击的。那就是无尽嘛，直接出无尽比较好。啊靠腰哦，注意啦，这样都能闪开，屁啦，为什么这样都能闪开？到我就火了。也可以。哇，他被防到，再见了，朋友。也可以。让我看一下。其实对面剩主宝。对，对面剩主宝。其实我刚刚如果不要皮的话，珠宝剩半截，但是我皮了一下。还想皮啊？去哪？啊，来赌一下。牙林去哪？看能不能打到。打不到。打到人。打错。我不敢再往前，再往前应该会有孤啊。会有孤儿，我保二是真的有个剑。没有，我觉得植物女更烦。植物女是我们的、啊，所以没关系啊。没中，还是死。好吃的刀，吃啊！一下，没事没事。舒服。哎呀，皮啊，朋友。叽叽。让你下去。让你下去。
为什么没有 S 哭啊？洗伤害的废物。没有，是你死太多次了。我死五次而已耶。那你看我十几次。你伤害，你伤害比我低啊，拜托。我伤害是打满。不是，是正常来说，但是你还是死太多次了啊。没有，十四加十九，我靠，这也算贴贴。6.6啊，我算多久？6.6，好啦，你比较厉害啦。哎、欸，是啊、哦，我11。你比较厉害啊，你死比较多，你死比较少次啊。哦，嗯，好啦，少太多次了。好啦，给你过了，可以过了。对吧？给你过了，给你过了。给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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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过。我要休息了，休了，休了，非常简单，再见。嗯哼，非常简单，人不见了，再见。